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啊？什么都没有啊。玄机，思凤，就属这坛最香了。好香啊！这是新酿的百花青露酒，要醒一醒才更好喝。我就知道思凤最厉害了，天底下就没有能难倒思凤的事情。其实还真有一件事情难倒我了，你可愿意帮我？思凤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你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困扰我的事就在这酒坛之下，待我们喝光了这坛酒，你就会看得到了。玉宁，翩翩，哎，你们两个可不仗义啊！就这么一坛刚酿好的百花青露，竟被你们捷足先登了。要不然，大家一起喝，也好。那思凤，我们不去海边了，我们就在酒窖喝好了。我们不请自来，不会打扰到你们吧？自然是。啊，不会的，喝酒嘛，人多才好。走吧，走吧，思凤，走。哇，这么喝多没意思，不如我们来玩手势力，怎么样？行，那便先定好。赢了的才能喝一口百花青露，输了嘛，就只有眼馋的份儿。这第一口必然是我的了，我先来。哼，思凤赢了。行了行了，思凤，你这贪酒的本事比我还猛。这么一下子，下去了小半坛。我赢了。赢了，这口是我的。你喝。走了，这里有金子的法术子已成实体，沉在潭底不可消除。这明明是我赢来的，这口酒是我的。哎呀，真是月色醉人人先醉，这酒我可喝不得。这里面啊，藏着一颗心呢，你看看。真的是哟，确实藏着一颗心。玄机，你看。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啊？什么都没有啊。走了走了，酒喝不成，困了。你走了，你走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走了呀？思凤，他们怎么说走就走啊？走了好，爱是鬼。